现在呀，咱们国内天寒地冻，我呢在泰国这边呀也出不去，因为外面太热了。今天咱们就在屋里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开个榴莲，看看品质。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我更等不及了。咱们先来一块小的呀，尝一尝味道。甲轮榴莲的肉啊，更甜更软糯。如果这种榴莲你们要喜欢吃的话，上方双击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来我直播间就给大家秒。